好，那么刚刚大家已经都有做了一个你的作品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分享一下，好，看看你喜欢哪一个。好，请各位到你的左邻右舍看一下大家的作品，然后顺便看一下他他的层次是怎么写的，跟你的有没有一样？好，他的做法，他的写法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灯。 好的，呃，呼吸的快慢啊、哦，你会喜欢哪一个？A few moments later。那请各位同学回到你的座位上。好如，o、呃、来看一下哈、哦，呃，应该会有人是这样做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同学是这样做的举手。好，好、哦，这个是最简单的做法。 很简单，但是很快可以达到你的目的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循序的哈、啊，按照顺序，比如说我用绿灯来控制哈、啊，那绿灯的脚位是 D9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就让它先输出零，然后我一次跳二十，啊，零二十啊，中间记得要等待时间哈、啊，那这个等待时间，各位我们上次有说过视觉暂留，对不对？ 你做了一个动作，你要让人家看到你这个动作，啊，所以我们要等待一点点时间才跳下一个动作，啊，如果你没有等待呢，它可能一闪就过去了，啊，一闪就过去了，你眼睛没有那么厉害哈，也许看不到那动作的变化，或者变变太快，你也发觉不出它的规律的差差异的规律。好，所以我们二十四、四十六、十八十这样跳。 跳到呃两百、两百二、两百四啊，或者两百、两百五十六，最大的对不对？两百五十五啊，最大两百五十五，然后再往回跳。所以这边是吸气的部分，然后这边呢是吐气的部分，再回到零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把它做了一个重复之后，啊，它就可以吸气、吐气、吸气、吐气。好，那这里从零到两百。 以这个例子来讲，从零到两百二，啊，到两百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所以大概是一点二秒的时间，好，一点二秒的时间，那这个大概是有点像正常呼吸的速度，对不对？啊，正常呼吸的速度，那所以如果你等的比较久。 啊，或者是你一次跳的比较少啊，一次只跳十或只跳五，那你的呼吸的速度就会变慢。好，好，那所以这个是最基础的做法哈。那基本上能做出来就是很棒啊，就已经是很棒哈。不过呢，啊，这种循序递增跟循序递减是最简单达标的方法。但是如果这时候老师跟你说啊，你这个。 太快，要请你调整速度，你会怎么做？要么就开始改数字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次，哎，等待时间本来零点一变成零点二，那我就要改这二十几次，改二十几次，把零点一全部改成零点二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是再增加一倍，啊，本来一次跳二十，现在我一次跳十就好，所以我的积木就会增加一倍。 变成四十几个积木，好，好，那所以如果这时候我比较残忍啊，老师比较残忍，叫你要调整速度，那你就头大，对不对？你要调很久，好，好，那想想，请各位想想看，怎么样可以把程式缩短，而且能够好修改，好，好，给各位一点时间，好，如果你是这样做的，请你修改一下程式。